府硬晒，官商鄉黑合作正解。传说横州呢度有一种合作叫做官商乡黑勾结，新界人话斋系合作啫，是为何？我可以好清楚同大家讲，特区政府唔会同任何黑势力或者恶势力合作，特区政府系硬正嘅。仲话家下硬晒啦个拳头，绝不手软，落咗 order 叫大 Sir 大力扫荡啊！横州本身就计划起17000个公屋单位，不过不知点解笪地被人霸咗嚟做停车场。系咪房委会考虑到综合因素之后，佢认为4000个单位先做就先做4000单位。哦，是屈服定合作呢？咁讲17000个单位，应该九世都未起完噶啦。我哋绝对冇放弃到后面嗰13000个单位，亦都绝对唔系因为有任何嘅地方势力令到我哋放弃依13000个单位。仲话系先易后难，唔系先易后难，而系即系欺善怕恶咁。咁仲记唔记得有个大道理啊？阿迪都讲过噶，官商乡黑嘅合作咧，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喺台底里面进行嘅。阿迪话要求过政府公开横州起公屋嘅可行性报告，不过政府话有私隐问题唔肯啊，系咪好似城报咁讲呢？他说黑社会成为扶持梁振英的重要力量，搞乱香港，不值得评论，大家心中有数。是的，是的。怎样官商乡黑勾结呢？应该官商乡，你说说是黑都不紧要，不紧要，不紧要，不紧要。